勇敢追梦，努力站上 SBL 舞台。现在就来听听属于他的篮球故事。难受一定有啦，就是说大学也是个明星球员，为什么来这里要打替补这种替补这样？等机会来啊，教练如果让我打一两场，我就把那一两场打出好的成绩表现出来给他们看。